竹笋炮都能干掉哪些僵尸？竹笋炮对战普通僵尸，获胜的是竹笋炮。竹笋炮对战旗帜僵尸，获胜的是竹笋炮。竹笋炮对战路障僵尸，获胜的是竹笋炮。竹笋炮对战铁桶僵尸，获胜的是竹笋炮。竹笋炮对战铁门僵尸，获胜的是竹笋炮。竹笋炮对战撑杆僵尸，获胜的是竹笋炮。竹笋炮对战垃圾桶僵尸，获胜的是垃圾桶僵尸。竹笋炮对战毒爆僵尸，获胜的是毒爆僵尸。竹笋炮对战救生圈僵尸，获胜的是竹笋炮。竹笋炮对战塑料盆僵尸，获胜的是竹笋炮。竹笋炮对战电鱼僵尸，获胜的是竹笋炮。竹笋炮对战小鬼僵尸，获胜的是竹笋炮。竹笋炮对战香肠小鬼僵尸，获胜的是竹笋炮。竹笋炮对战传送门僵尸，获胜的是传送门僵尸。竹笋炮对战射线僵尸，获胜的是竹笋炮。竹笋炮对战胖墩僵尸，获胜的是胖墩僵尸。竹笋炮对战乌龟骑手僵尸，获胜的是乌龟骑手僵尸。竹笋炮对战橄榄球僵尸，获胜的是橄榄球僵尸。竹笋炮对战蓝大爷，获胜的是蓝大爷。竹笋炮对战忍者僵尸，获胜的是忍者僵尸。竹笋炮对战玻璃门僵尸，获胜的是玻璃门僵尸。竹笋炮对战机器人，获胜的是竹笋炮。竹笋炮对战悬浮机器人，
获胜的是悬浮机器人。竹笋炮对战周刊僵尸。获胜的是周刊僵尸，竹笋炮对战大篷车僵尸。获胜的是竹笋炮，竹笋炮对战黑暗骑士僵尸。获胜的是黑暗骑士僵尸，竹笋炮对战巨人僵尸。获胜的是巨人僵尸，竹笋炮对战橄榄球巨人。获胜的是橄榄球巨人，竹笋炮对战堡垒机器人。获胜的是堡垒机器人。